乌云在汽车城上空聚集，今晚是万圣节。你在干什么，汤姆？看起来好像有奇怪的事要发生。你把家里变成科学怪人。这太聪明了，也有点可怕哦。你知道要用哪种绿色吗，汤姆？没错，科学怪人是淡绿色的。让我们开始给家里上漆吧。哦，没错，它需要一些护目镜。好记性。开始转型吧。你看起来已经像一个怪物了，家里。我不知道汤姆的商店里有没有你下一个。不要害怕，家里，汤姆只是在为你下一阶段改造做准备，我希望是。那个锅里到底是什么，汤姆？魔术漆。这会很有趣啊。哇哦，这个手法很酷啊。这一定是怪物脸上所有的疤痕和缝针，还有眼睛下面的阴影。这看起来很可怕，也很完美。现在做什么呢，汤姆？哈哈，看起来家里要得到一个更大的头了，就像科学怪人一样。别担心，这些螺母和螺栓不会像他们在科学怪人头上那样穿过你的头，我们只需要把它们粘上。看起来你已经准备好去玩，不给糖就捣乱了。稍等一下，家里，汤姆还有别的东西给你。哇哦，家里，你看起来好可怕呀！你的万圣装会是街上最好的。谢谢，汤姆。祝你要糖愉快，圣诞快乐，弗兰克。汤姆会把你变得很特别，那会是谁？圣诞老人。哇哦！嘿，汤姆，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你把弗兰克变成圣诞老人了。他来了。
进来吧。先做什么，汤姆？我们需要拿掉弗兰克的梯子吗？好的。下一步呢？我们要把木板锯开，做成雪橇板。好主意。完美，我们需要给另一边也做一个吗？瓶子里是什么？用来沾木板的胶水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完美。我们需要把另一边也涂上吗？现在呢？喷红色的漆，好主意。哇哦，弗兰克，这看起来就像真正的雪橇一样。我们还需要漆什么吗？金色的漆。完美，弗兰克还需要什么才能让他看起来更像圣诞老人？用棉花做的胡子。不要笑，弗兰克，保持别动，不然棉花可粘不上了。完成了，弗兰克，全部搞定。所有工作都完成了吗，汤姆？圣诞帽，还有溜冰鞋。太棒了。哇哦，你看起来就是圣诞老人。吼吼吼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再见，汤姆，明年见。